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 Simon。来，今天玩我们的苏联的重型坦克哦 ，OK 哦 ，OBJ 260哦，终于轮到他上场了。玩的人的话，现在的话是蛮多的。来看一下我们的260哦，哎，这台的话基本上装甲的话不是那么的好，不过它有时候蛮有奇迹的哦。炮塔的话算是勉强能用。第一场的话来大石机房。小班这边的话是缩打一个 C 点来好，重型坦克缩打 C 点哦，这边的话一定要帮忙。183，哇，我天哪，183有四台耶，我看我是知道那个183是特别的热门啊，只是说哎，四台的话太多了，来这一场的话会非常的被动。我们的100这边的话进了一个城哦。VC 被62A 点亮，然后62A 这边的话也是被亮了。他们的重型坦克的话是 S7 跟 T57， 我感觉压力不会很大，只要不要……哎呀，我天，这个62A 在干嘛？哎，这个62A 犯傻了。来，他这边的话，他是直接冲去打 VC 哦，因为他这样的话很危险。哦，我天哪，哎，我要救他都很痛苦。他太急了，来他这边的话会被集火，来我这边的话，来我帮忙先把你带走，把他们的 BC 带走，我们的那边的话来小班应该也是差不多要没了，他的那个来183刷一炮，我天啊，我救不了他，他的意大利这边的话还好是进装填的，不然的话这场肯定是完蛋了，来这边的话刷你183多一炮，来要 OK 要疯，我们这边的话来陪你们疯OK， 来漂亮，他的那个183刚刚是开炮了，加速撞上去 ，OK 上坡 ，OK 上坡这边的话撞不到，没压力。他的另外一台183刚刚开了一炮，没有击穿我 ，OK 我没有击穿我的那个260，反而是被我知道他的位置，他躲在这边，他躲在那个石头后面。我们这边的话 ，NXN4 的话非常的慢了，应该是不太敢打的样子，不过这场的话已经确定赢了。对他们这边的话已经没有优势了，就算我们的小班不敢打也是能赢哦。六 A 这边的话是蛮勇敢的，不过算我有救他了。来满血的 N4 这边的话，在进攻的时候停了下来，不要理他。S7 4005的话183 OK 183都在那边，来我们这边的话把他放开哦，让他去成为一个吸引。我们这边的话来打这个位置，来他的那个 T57。OK 183这边的话是还没发现我，来没发现我的话我们刷183断一下他的那个履带。4005的话很像能打我，来183这边的话坚持不动哦。OK 他动，来再见，来不及挥手，来不及了哦，他的那个炮塔来不及了，他发现我了，他想转向已经来不及。来4005这边的话把我们的 6A 带走，他还有炮弹，来把他带走，剩下一台 S7 跟那个什么OK T57这边的话选择打我，来让他打。哇，我天哪，他这个装甲分布有点不均匀哦，非常的红哦。啊，183来183，不要爆他弹药架，拜托，不要爆他弹药架。OK， 第一场的话拿下了，运气非常的好。他们的坦克的话乱走 ，OK， 我这台来来 ，OK 再见，来不及挥手。第一场的话来运气非常的好，拿下了，带走五个人头、哦。我们的62A 哦。我该说他勇敢呢，还是乱来？来打了5001的伤害，阻挡伤害1860。OK 啊、哦，他打了3000的伤害哦。OK 啊，算是很厉害了。我们的小班这个 NX 哦 ，OK 啊、哦，他比较胆小一点。来，发现零补助340，打了5001哦。第一场的话取胜了，运气非常的好。接着玩我们的第二场。你说他装甲不好 ，OK 哦。可是他又能在一些奇怪的角度跳那个183的炮弹，所以总的来说，他没浮脚比较致命，他没装甲的话我倒觉得能接受，因为他算是一台我们的260、哦、算是一台有机动的坦克。来第二场的话，冬季马尼诺夫卡，小九机房、大十机房、中轻型的话对面是两台，我们这边的话是121跟维克斯。他们是谢里登跟 VC 哦，谢里登跟那个查地伦打 A 点，我的话是肯定打 A 点。我们看小班这边的话，中轻型怎么做？两台的话都还在挂机，而且是两台9机哦。OK，
okay, 这个的话比较尴尬，要他们点亮，我不知道他们有没有开装备，所以这边的话我们暂时先等一下。我感觉我的小伙伴的话是想要一波留这个位置。哇，我天啊，来可以是可以啊，不过我这边的话没有目标。OK BC OK， 哎呦天啊，他的那个谢里登被集火了。OK， 谢里登被集火了，来他的100这边的话是冲了一个下面。OK， 他的谢里登这边的话跟我们的维克斯都没有血量了。他说我们赢哦 ，OK 哦，不一定哦。这边的话来先刷他的那个 VC。OK， 完了。OK， 来漂亮，这边的话小伙伴都没进攻哦。哇，我天啊！来，赶快进攻，赶快进攻。这边的话来刷他的这个来撞你一下。OK， 漂亮。我这边的话要打谁？我觉得要打他们的那个。OK， 这台打不到，打他们的那个这一台。完了。OK， 漂亮。OK， 100，来躲他一下。我天，哎呦，来再见，来不及挥手啊！我天哪，哎，我要被欺负了，来赶快帮忙！哇，没人帮我呀！704这边的话已经上来了，哇，我天，来100704，赶快帮忙！哇，我天哪，这些大人物们哦，哎，他们都躲在后面呢，哇，我天哪，哎，这个是要把我卖的干干净净哦！这边的话来快点进攻。哇，我天啊，来100看着我，往后退，我小班那边的话来 OK 704，你看他又探头了，704又探头了。哇，我天啊，我要先走位，我这边的话不行，我这边的话打不赢，我要先走位。来他的那个100这边的话来 OK 行，来偷刷你一炮。704又来了，来我再躲，704想打我，我这边的话这个 A 点其实可以不用占领哦。啊，算了，没事做，来先占领，继续躲他们的那个704。OK， 漂亮，来这边的话，好瞄准，再来多一炮。这台帝王蟹很有问题哦。哎，他基本上，哦，我天啊，他还是满血，而且他基本上是没有什么在扛线的。这边的话，来他的那个175，刷他们的那个175。704那边的话，我不理了。我要小心这台175，我跟你讲，这台175的话是打得到我的。来，我这边的话，炮控不够。来这边的话，刚刚没有锁定，来再锁定好一点，好好瞄准。哎呦，183跟215的话在另外一边，来那个175往回躲。现在要做什么？不要靠近他们哦。我跟你讲，12滴血量的话，只剩下补助的那个什么了。183 215这边的话，来不要被他们的那个175发现，来215没了，然后175这边的话是还没发现我，来好好瞄准这 OK 刷你多一炮。哇，我天哪，这些人基本上是乱玩的，183这边的话仍然是没有探头，来没有探头的话刷他们的那个175 14的话应该能搞得定。我们的帝王蟹这边的话应该是一个新玩家嘛， OK， 最近的新玩家真的不少，亚洲的话越来越受欢迎哦。OK， 我们闪击战我觉得是一件好事啊，来蟋蟀把183带走，第二场的话拿下了12滴血哦，非常的幸运哦，没有被带走。我来看一下开场我打的那么的前面哦， OK， 他们在后面把我卖的很干净，3252。我的那个帝王蟹小伙伴这边的话 ，OK， 我是一个新玩家，来非常强势的车，不要躲在那么后面。我们的小伙伴这边的话，来维克斯跟120的话是起手非常的慢，还能赢哦，运气非常的好，发现一个敌人补助830打的3252。OK， 运气不错，接着玩第三场古希腊。排得很快。小九级大十级坊，维克斯跟爆圆，我们这边的话只有一台那个 TVP。OK， 这样的话我就直接不要占领基地，不行，我们这边的话让小班打这个位置，赶快来进攻这个位置。哎呀，我天啊，来真乖，来我们的 TVP 这边的话开场说占领哦，可是他最后看见我来了，他觉得有底气哦，2-2的情况下我们是不输的，
所以他选择来帮忙。OK， 帮忙可以。来到这边的话，会吃过路费吗？没有，没有吃过路费。TVP 这边的话来要小心，小心他们一波流哦。OK，OK， 没人，没人，没人，还没发现人。这边的话来小心的走。我很怕 ，OK， 这边的话，如果是说一波流的话，我肯定就被带走了。重型坦克两台在另外一边。OK， 来持续的点，持续的点。这边的话点到那个183来刷他们183。反而是，哎呦我天啊，我被维克斯刷了一炮。OK， 可以可以，来这边的话183往后退。4004的话已经没血。OK， 4004这边的话是跑了。4004跑了，我要抓4004吗？我能抓到4004。OK， 问题是这台来183开炮了，然后他没打中我，对，他没打中我。这边的话来喊进攻，维克斯啊，维克斯没有打穿我，漂亮，维克斯没有打穿我。OK， 来183这边的话很像又要探头哦，小心小心小心这台183，来我要先躲一下183，不要跟183硬拼。我们小班那边的话已经有一台没了。OK， 第三场变成一个危险了。他们的维克斯这边的话来，哎呦我天，要跑维克斯，要跑，刷维克斯。OK， 刷到维克斯了。这边的话不能探，不能探头。183在这边，哦天啊，183已经靠过来了。我没浮脚，我没浮脚，要怎么打他？ OK， 来小班这边的话，把他 OK， 来帮，赶快帮忙，对，然后喊进攻。哇 ，TVP 这个 OK， 这个掩护的好。然后他们的坦克的话来已经在另外一边打起来，我要追他们的屁股吗？还是说打一个正面？我觉得来这边的话，哎呦，来这台4004，这台4004挂机了，我装填还没好来用撞的，再见，来不及回首。OK， 维克斯这边的话来好好瞄准，好好瞄准。OK，TVP 带走也行，4-4了，4-4，来赶快去把他们的那个。没有血量的坦克带走，先减员，不然我感觉这边的话来底气不够。对，先把它带走。来下一个目标的话，选择 N6， 对，打他们的 N6 这边的话很像是要进攻。OK， 没有要进攻。日本的那个驱逐来这一台，3-3，还有的打。我们的 TVP 这边的话要上 ，TVP 不敢上，来 TVP 不敢上，我们自己来打，来打这一台，先打这一台来，他把 N6 带走，然后 OK 驱逐装填好了。他很像开 ，OK， 他还没开炮，他开炮 ，OK， 哎呀，我天，这什么东西？他没穿，他没穿哎，我这个装甲什么时候变得那么好？爆员来，这台爆员非常的糟糕 ，OK， 他完全就是没有帮维克斯哦，维克斯这边的话来，我们这个100的话 ，OK， 自己救自己哦。抱拳打不赢的话，你也是很糟糕的。来第三场一样取胜的，运气非常的好。乱七八糟，打了3300，然后阻挡伤害800多。爆员这边的话是打了一个那个 ，OK， 我这很糟糕，20000多场，他打了一个重型线哎。小伙伴要记得，我经常说，哎，重型轻坦克开场不要去找重型坦克的正面，你绝对打不过来。这边的话 ，TVP 开场说要占领的 TVP， OK， 我打了一个4000机，玩的非常非常的好。这边的话来发现一个敌人补助300，打了3300多的伤害哦。OK， 有三连胜哦。来玩我们的第四场，非常的开心哦。OK， 有看一下第四场还有没有这种好运气哦。不过基本上这台的话，他卖的次数的话，很像相对的少。对这台的话，是可能官方比较没有注意的一台坦克哦，因为它的那个商店的那个出厂次数还蛮低的。不过这边的话玩下来的话是好玩的哦。OK， 我不好玩了，来卡斯提亚来了。哇，我天啊，来我的头痛的地图来了。这场的话会非常的卡。OK， 有高清化的卡斯提亚。不过后面的话还要迎接那个米德尔堡，米德尔堡也要高清化了，希望官方的那个优化可以就是好到哦 ，OK 哦，我这种烂手机哦都能负荷得了的程度哦，不然的话来以后的话会有2张辛苦的地图要玩，第一是我们的卡斯提亚，第二是米德尔堡。这场的话大十级房中轻型的话 ，OK 跟上一场一样，我们这边的话只有一台，他们是62A 跟维克斯。OK， 62A 跟维克斯，
驱逐的话只有一台，要不要充的话是等下再说。豹一这边来，驱逐是4005，重型那边的话是已经点亮了。我能硬打吗？我不知道他的那个4005到底是在哪一边哦。OK，哇，我天哪，来 T57，来 T57，来躲躲躲躲躲 T57 一下，躲 T57 一下。OK，来一炮一炮一炮炮炮，来两两两，哎呦，来两炮，然后还有一台那个113要过来。OK，这不是我能应付的了，往后退，往后退。来了两台那个重型坦克哦，因为这个的话很致命。那 要赶快退，我很卡，不要欺负我。我们的重型那边的话，应该是没有压力的。我要绕一下。OK，N6 这边的话亮了，来好好瞄准，来好好瞄准。OK，没，哎呀，我天啊，打在他什么地方？没有击中他，然后他已经往后退了。来，他这边的话，来再等，再等一下。OK，来行有击穿，有击穿啊！我这边的话，我觉得我要走位了。我们的豹一的话还在撑哦。OK，我喊一声箭头岗位。这场的话危险了，来这场的话危险了。他们的小班的话，老鼠，我们的老鼠已经掉了一大堆的血量。来这边的话，这台，OK，这台，哎呦我天啊！N6 很强势。他们的 N6 的话很强势，哇！我天，我装填来不及，装填来不及。OK，我被亮了，被亮的话要稍微的躲一下。谁亮我啊？T62A 哦，刚刚是他们的 T62A 把我点亮。豹一这边的话已经走位了。OK，这场的话，这场的话应该凶多吉少。他们的100把我点亮的，然后小班那边的话来113。对，这边的话，我记得是100把我点亮哦，然后来 N6，他们的 N6 这边的话还想要探头。OK，只有一次机会，这边的话来这台 N6 只有一次机会。哎呦我天，来再见，来不及挥手。OK，稳住了，不过哎呦还是来不及，来还是不行，还是不行，来这场的话还是要输。维克斯这边的话已经冲上来了，对，维克斯这边的话已经冲上来了，我要躲一下维克斯。小班那边的话，再打62A 4005，来哦，这场要输。62A 这边的话被带走了，然后57跟13的话是在那个他们跑到上面的位置了。OK，所以这样的话，现在只能强行突破这个地方了。OK，吃了一炮，是他们100的炮，100的话躲在这边。然后4005的话躲在这边，来我看一下能不能不吃炮的情况下去抓这台4005。2:2哦，OK 哦，2:2的情况下4005在这边，所以他们的坦克的话清一色都走到另外一边去。来再见，来不及挥手，马上再走位，不要被他们的那个 OK 好，不要被他们的那个 T57 跟113抓到哦。维克斯这边的话是跑到我们家的，来100这边的话我能处理得了吗？630多，113这边的话很像是回防了，113很像要回防。来这场要输，对这场要输，顶多就是把他的那个100带走，然后113这边的话冲过来了，来113，3台他们3台在这边，113很像要抓我。OK，来 T57 吧 T57 把4005带走。我这边的话要跟我的 T57 合作一下，对，这边的话要跟我的 T57 配合一下。他们的113在这边，对，他113这边的话来要过来的样子，来，好好瞄准。OK，他刚刚开炮了，他刚刚开炮了。我这边的话，我可以选择去绕他哦。哇，我天啊，没买迷彩的113。OK，没机会，没机会。那个我们的 T57 装填的话还有一点时间。我这边的话来要躲一下他那个113。对，这边的话来要让我们的 T57 去集火，还有113。来这边的话好瞄准，好好瞄准。OK，加油。OK，漂亮。哇，我天，维克斯来了，维克斯来了。OK，没救没救，来刷你。OK，哎呀，我天，来被带走了。第四场的话要输哦。哇！我天啊，我们的豹一也是很无奈哦，因为这边的话，开场的话已经是2:1了，我去帮忙，哪里知道他们的那个 T57 跟113也选择了打 A 点，非常的聪明哦。来这边的话，选择打 A 点的小伙伴的话是会玩的，
第四场的话打了3000多的伤害，他们的维克斯打了4000多来，非常的厉害。我们的小伙伴这边的话，老鼠是完全没伤害。OK， 新玩家一五也是哦，发现两个敌人补助360，打了3000来。第四场的话没能取胜，不过卡斯提亚哦，天哦，能这样的话我已经很开心了。第四场的话来，哎，第五场啊，第五场的话王朝明珠。大师机房，我们这边的话来喊进攻 ，C 点 ，C 点 ，C 点，来 C 点 ，C 点，我们跟那个重型坦克说一下 C 点这个位置，113帝王蟹跟100，来三台重型坦克的话选择打一个正面哦 ，OK 哦，这样的话我们的 C 点的话会很危险。OK TVP TVP 这边，然后还有一台那个907，我还没备量，我还没备量，我能偷袭一下907吗？哎呦我天，不行，浮角不够，反而还被他刷了一炮。我们的小伙伴来113这边的话也没能捕获他哦，这样的话来我要往前压，对，我要往前压，我们要压掉这台。哎，来，他907开炮了，这样的话先刷我们浮角打得到的坦克。这边的话113倒是冲的蛮急的， OK， 他肯冲就好。这边的话来这一台刷他们的 TVP， 907那边的话 OK， 来 TVP 肯定是没了。小班这边的话他们的主力在另外一边，我们这边的话去压这台，哎呦天来，天来，差一点点，来刷你，不要让你退了。这边的话来卡着他，卡着他，我们小班这边的话 ，OK， 可以来，让我来，再见，来不及挥手，哎呦，来再见，来不及挥手，我天，他还在躲 ，OK， 行，还是被带走了。小班那边的话，100已经没了，然后帝王蟹也要没了 ，OK， 危险危险，这个的话危险，他们的 NK6 这边的话要过来，来刷他们的 NK6，OK，、OK， 他没穿，小班这边的话要集火他来。帝王蟹也没了 ，OK 哦，这种的话没有优势。来这边的话，这个再刷哈多一炮 ，OK N60 这边的话要冲，然后 OK 这场的话小小的危险哦，我们来看一下 ，OK 不行 ，OK 来没了，哎 C 帅开了一炮，然后来7201这边的话，哇哦这场很危险，来他们的那个100跟那个什么已经就位了，来这边的话刷他们的100往后退 ，OK 有穿。两炮都有穿，这边的话来 ，OK 躲，不行，没血了，哇，我们的150哎，来那个7201，刷你一炮，后面来坦克 ，OK 没机会，第五场也是输哦，非常的可惜哦 ，OK 哦，重型坦克哦，中心型多的局的话不要去 A 点，来这边的话我们是水。帝王蟹跟100应该是新玩家来这边的话被带走了，然后过后导致火力不足。他们的蟋蟀倒是带走4台坦克，我看我那个输出非常的高，有抓住机会。我们的150人这边的话是比较也是新玩家比较被动，剩下一台谁140 ？OK， 炮都没开出去就被带走了。来第五场的话也要输。打了多少？3400，来阻挡伤害400，铺了一个寂寞。我们这边的话，帝王蟹100，然后150人这边的话有伤害，不过是打得比较慢，他的血量比较多。100的话是新玩家 ，OK， 这个的话不算新玩家。N60这边的话是没伤害 ，OK， 他基本上是跟我们走一起，不过他伤害是没有的。发现零补助零打了3400来 ，OK， 第五场也没能取胜。现在的话总共玩了5场。5000、3000、3000，来卡斯蒂亚3000，来全都是3000哦，来进我们的 ending 场，看我们的 ending 场能不能取胜哦。绝望之雷，也是大师机房。OK BC62A 是一个占领战，我这边的话来，我的血量的话虽然说是重型坦克，不过不算是特别的多，2438算重型坦克里面。应该算最低的了。OK 哦，它算一台那个机动火力型，所以装甲跟血量方面的话不会说太优秀。我们让小班打一个 AB 点，然后进攻。
OK BC OK 六二 A 的话是走了这边，然后 BC 走了这边，我能强行突破他们的那个什么坦克吗？来，他的那个一三，他一三的话想要冲这个位置哦，哟，哎，很聪明哎，他想要抓我们的那个，他想要抓我们的那个中轻型哎 ，OK 哟，你算是一个好办法。来这边的话，我来想办法阻止他。来六二 A 这边的话 ，OK， 别。来他们那个，来这一台切一个那个金币弹来刷你 OK， 来他的俯角这边的话，他的俯角也不会说太好，我们这边的话可以跟他稍微的拼一下 OK， 压制住他了，不过很像是没能击穿他，要击穿他的话，来高爆弹随便先打一下13这边的话过来，来13是有办法击穿我们的，我这边的话要小心 OK， 13是有办法击穿我们的，我们这边的话来先等先用炮塔等这边的话来消他一三的血量 OK， 对，先消他的血量哦，要完全的计算是没办法，来这边的话用高爆弹消他的血量，不要让他那么的强势，消完另外一边的话再打起来，来 ending 场的话你像有一点机会的样子，这边的话来好好瞄准169，我高爆弹没了，然后六二 A 这边的话来还要走OK， 哇，我天啊，来另外一边打赢了哎，这边的话来这个有机会，他们的那个蟋蟀来，蟋蟀给他来上一炮 ，OK， 赢了，这边的话他们的六二 A 跟那个一三的话先不要理，我们小班那边的话来慢慢的走过来，我天来，哇，一三已经过来了，来他的装填的话没那么快哦，我看能不能再多刷他一炮，对这边的话来他的装填没那么快，我这边的话再刷你多一炮。我天啊，蟋蟀给了我一炮，我喊支援来 ending 场这边的话能取胜，我们看谁先开炮 OK， 看不见人了，我这边的话来再喊一次支援，一三应该是要冲的，对，一三这边的话是要冲的 OK， 他开炮了，然后六二 A 这边的话刷他一炮，我再喊支援，我天啊，我不太想吃一三的炮耶，来他没穿，来这边的话，哎呦我天，断他一下履带，断一三的履带，不要让一三进攻了 OK， 一三又要进攻了，来这边的话，我天哪，硬吃他一炮，没办法，这边的话一定要硬吃他一炮，然后他很像想要退来，先打谁，先打他们的62A 好了，然后这边的话来我要绕一三，加油，来这边的话让我绕，哎呦我天，绕不到激动不够，我刚刚好如果有带一个那个加速器的话，我可能就绕成功了，来这边的话没关系， ending 场能取胜哦，看一下我们的小伙伴来 OK， 加油，哎呦我天，没把他撞掉，来加油谢里人 OK， 一三没了 OK， BC OK， 来谢里那个查迪伦没了，剩下一台在家里黑枪的那个蟋蟀哦 OK， ending 场这边的话成功获胜了，为什么会获胜哦，他们的那个 TR2013 的话，这边是他选了一个 A 点进攻，非常的棒，可是他错在哪里，他错在没有完全的进攻，导致我们这边的话来，我跟 62A 存活的非常的久，然后加上他们的 VK7201 跟 NX50 这边的话是没有打赢我们的坦克，漂亮 nice， 来 ending 场这边的话取胜了哇我的天哪，这样也行，来260哦，打了2700多，我们来看一下，我看到这个13的伤害是有起来的，不过它这个伤害是建立在很慢的情况下，我看到它有两炮是在我身上，然后一炮是在 62A， 其他炮的话应该是打在我小班身上，这边的话来 ending 场打了发现零补助430，打了2726，来 ending 场取胜哦，今天跟小班玩我们的苏联的收藏重型坦克哦，这边的话是赢了4场，第一场的话5000非常的漂亮，冬季3000，古希腊3000，卡斯提亚的话来没能取胜3000，然后王朝明珠的话3400哦 OK 哦，这场的话也是非常的可惜，来 ending 场取胜了2700，四胜两败，希望小伙伴看得开心，也祝大家有戏快，今天哦260上场，下一期呢一样还有其他坦克的影片，小伙伴记得给三本一个赞，大家点赞是我制作影片的动力，这边感谢大家，下一期呢一样还有其他坦克的影片，那我们今天先这样咯，下一期见，大家拜拜。